非常久，现在好像都没有人在办签唱会，有了，可是通常都不是我这个年纪的在办签唱会，所以我就很担心那个人数。哎，你还说还附和，还说对对对，开玩笑。所以等一下，我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年纪的办这个签唱会有个好处，就是人数不会太多，不需要在外面签什么两三个小时，半个小时搞定。对，谢谢大家，可以回家。刚刚后面就比较有那个 feel， 对不对？因为你想想看嘛，在光天化日白天这样子上面唱歌，其实是很怪的事情，非常违反这个人体工学，所有都违反。对，反正刚刚骑那个机车，很爽很爽，可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。我刚刚真的觉得我的那个大腿的内侧好像有点烫伤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要擦一点那个药膏，好烫耶，超烫耶。拍什么？有电影基本上就是明年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因为明年不会有这个新的专辑，然后这个不用讲，都知道明年可能不会有新的专辑，不一定很难讲，但是明年肯定是要把很多的时间，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拍电影的部分。那因为我自己要写剧本，所以本职跟导演的部分我会来担任，演技的部分就找专业的演员。对对，这次其实有一首就是这个上海唱的歌《上海小阳光》，那个歌是送给爸爸的。那可是里面虽然没有爸爸、父亲这两个字，但其实它也是一种思念，因为就像我们现在站在西门町，从小这是我常常来的地方，跟我老爸来看电影啊，然后来吃烤小鸟，真的，烤对不对？烤麻雀你们都不晓得对不对？好，算了，下一个问题。还有小巨蛋1月11号，会有我的演唱会。那之前现在已经走了差不多有5-6个站。对，9月7号是在北京，那1月11号会在台北。那会有很多的惊喜吧？因为我这次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，有主曲，然后有舞蹈，然后可能现在还不确定，可能会有嘉宾。对对对，没错。稍微低一点好不好？谢谢。是的。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些事情，其实我自己一直都有在关注。那我觉得我没有特别的站出来，有很多原因。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最近也很少在台湾。那我也有看新闻，有很多的艺人有出席，然后有讲一些对于这些化学武器了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污染啊，这个什么的，所谓的社会上面的一些 pollution， 都有做很多的一些 commentary。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部分，我可能会选择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嘛，不一定是公开的。对，现在还不能讲。现在拍电影可能都比较复杂的原因，是因为现在华语电影太多了。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要看明年的整个的一个大环境，可能现在可能华人的电影一年可能就有几百部、两三百部。那如果说同时间有20部，比如说浪漫喜剧，那可能我就不会拍浪漫喜剧了，因为那个东西可能竞争性太大，就是可能要看明年的这个整个电影的一个状态。选角肯定我会有参与，但我相信投资方一定也会有他们的想法。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所谓的电影的事业是比较庞大，有时候不是一个人可以做主。太可爱了，我应该还是蛮有办法的。可是刚刚那个，我觉得他已经这个眉毛在忍耐，因为真的蛮热的。他又穿了一个那个很可爱的一个就熊猫的衣服，对。然后我刚刚看他这个一头大汗，就实在是舍不得，就把它放走了，放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OK。